很多网友把林志玲奉为完美女神，因为志玲姐姐身材够好，脸蛋够美，声音够嗲。在小八哥看来，模特出身的志玲姐姐的强大魅力还在于走路自带模特步，走到哪里都是妥妥的焦点。日前她出席某活动，身穿黑色抹胸上衣，迷人锁骨一览无余，大红短裙再配上黑丝袜黑高跟，大猫步一出，脚下立刻就起了风。有网友表示，虽然知道志玲姐姐是模特，但这却是第一次见她走台步，不过这走路方式着实有些夸张，小八哥强都不服就服你。下面大家就跟着志玲姐姐一起动起来吧。好，我们准备好，欢迎女神林志玲。